有病是不是？开始挑同学。给大家看我今天的穿搭，穿的是 Step 8的哦，哈哈，这个现在绝版了，大家买不到哦。我配的是这个宽松的牛仔裤，这在淘宝买的。然后我的鞋子呢，近期最爱的 Adidas Forum， 这个配色真的是超好看，所以我果断穿这个来长途旅行。家人们，我现在好想睡觉，但是我透过我的意志力来调整我的时差，不可以睡，不可以睡，不可以睡。他们讲呢，如果要调整时差，第一个方法就是在当地的时间睡觉，就是呢，我要熬四个小时，其实也还好哎，好像可以做到哦。等一下凌晨四点呢，是意大利的晚上十点，就是我们上了飞机后的两个小时，倒头睡睡睡睡睡，睡到就是他们当地睡觉的时间了，好像蛮容易做到的哦。然后呢，现在距离我们上机还有一个小时多，所以呢，我就想说来跟大家分享，我上飞机准备了，就是 What's in my bag？ 然后呢，我今天带的包包，我选择它是因为它有一点让我可以安心一点点啦，就是你们一直在问的这个大黑包，其实我是在 COS 买的，那时候这个价钱才600多块，蛮好用又很值得。我讲它回头率高到已经很多个路人问我这包包在哪里买的。我会选择它有一点，它是拉链跟磁扣一起的，所以我觉得对我这种很伦敦的人来讲，可能这个会比较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因为我们这次有转机嘛，所以我准备了一些东西，然后来给大家看看一下我的包包里面有什么。哒哒，如果大家有看影片就知道这个是在泰国买的包包，然后里面呢拿了梳子、口红，然后我这次带的是 Dipti 的护手霜。我现在有点担心，不知道还可以不可以上机，应该可以吧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支口红，我的宝贝，因为我这两天都感冒很严重的那一种，所以我想说呢，先带着它吧。小包介绍完毕，这真的很好装哎。然后呢，我还有又有另外一个袋子，袋子是专门装电池，还有传档案的数据线，还有小雨伞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把它放在这里，我给它把它丢进行李箱。哒哒，这个包包是我的洗漱用品，因为我想说这一定过夜嘛，要那些牙膏牙刷们，我的发箍，然后我跟你们讲，大家出国呢，小样真的是100分。你看我这次都带了，全部都是小样的，所以你在机上也可以护肤。这是 La Mer 的眼霜 ，La Mer 的 Toner， 还有 Cream de La Mer， 全部带着小样上机。哦，你看，小小一个的，超方便。然后牙膏、牙刷、牙线，然后带了一个小支的洗脸霜，这也是 sample 来的，所以随便拿一个来用。然后还有洗脸巾，还有我的药包，这个是胃痛药必备，这个是眼罩哦。跟你讲，这是我包包必备的无花果。我作为一个长途的呢，我一定要准备一些酸酸的东西，还有墨镜。很多人问我这个是哪一款的，这是 Gentle Monster 的，这个超好看，超修饰脸型的，这个据说是 Jenny 同款哦，没有了哎，我其实也没拿很多嘛，对不对啊？还有一个啦，其实这个是那个飞机上的枕头，就这样子分享完毕了。这是 surprise 嘞，虽然我知道很久了，就想看 surprise， 他竟然来我这边看，很成功的 surprise。哎，这里真的很漂亮，我天哪！谁能想到我们26岁可以一起来这里？在台湾5年第一年跟他们过生日。对，我们现在要去吃东西，我们要走十八分钟。我们要去 Castle Saint Angelo， 谢谢常友，一个景点来了。现在到的是这个小城堡。
它是叫 Castle San Angelo， 我也不懂，我没有念对，但是我们就来走走看看，这样子逛逛吧。这里真的好疗愈哦，整个心情都被治愈。它的蓝天真的是蓝到好蓝哦，你看没有云的那一种哦，哇，好漂亮。哎，哦，他们在拍照，把机票赚回来。刚拍的到底不是吗？怎么会玩？有吗？你是拍我很大的？你底下。他们要吵架了。你这么丑啊，怎么拍啊？历史古迹这样子真的很好看，你怎么躲镜头看到了？太棒了！哦，这骑马，这应该是巡警吧？好帅，好漂亮哦！好漂亮。走。我们现在到这家 Hostalia Funes， 我在小红书看到的，他讲什么罗马最好吃的本地菜，相信吗？要是我打他，绝对打他，去本地打他。我们食物终于到了，是小羊排。这个是什么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台湾饺子，反正是番茄面。感觉我们这几天吃的应该都是这样子吧。对对对对。我叫了最安全的 aglio olio。怎么？你是不喜欢？我们能吃到里面的东西。觉得还好，不好吃。哦，是哦，吃不下来，完全没人要动。你的还行，我的还行。嘉文，等下想吃泡面了，是不是？回家吃泡面。我们现在呢要吃麦当劳的冰，我也看到麦当劳。哎，可以耶，因为我们刚吃的食物太不好吃了。看哦，我们前面就有一家麦当劳，而且这里你现在知道现在几点吗？现在已经是晚上8点了。你看我们的天，那太阳还很大的那一种。我的天啊，完蛋了，我完蛋了。Oh my god， 真的好吃哎，连你都是真的对吗？对，意大利人路边就会看到很多这种喝水的东西。哇，它的水很冷的、啊。真的吗？你再喝一次，你有认真喝吗？你要倒头喝，这样不到地。我有化妆啊，屌丝。它的水好像比矿泉水好喝。你赶快，是哦，你手不要挡。啊，对，就是这样子。那、啊、没有，它的水跟矿泉水一样难喝。他们矿泉水是不是也是这样做的？一共一道，对，是哦。慢慢买，我们应该下楼装。对啊，我们下楼装就好了，买那么多。我们到了我们旅游的第一个地方，就是这个实验池。这里的水超级清澈，那些上面的这些超壮观的，好吗？而且现在哦是。莫名的有点冷啊！你穿到这样子不冷吗？我很冷，抱下你就不冷。别害羞啊，大家害羞了。你很恶心。来去走一圈，许个愿，来准备许愿。配有台币，配有台币，哪配有台币丢？啊，一块钱应该够吧？台币一块。来许愿，许愿。我要许一个愿望，我要许给地喵的，我要祝地喵大卖，然后越来越多人认识地喵。九月，大家九月地喵见。我的配音，我在说了。你要求了吗？准备。哇！哇，好浪漫哦！有鸡皮疙瘩，香菇。Oh my god！ 没有 ，Oh my god！ 怎样？你太穷了吧？你准备求了什么？感动。饿了，饿了。我记得是不能碰水，所以变成警察，看到吗？警察在这里，所以你不能破坏这边的东西，会被逼逼哦。来到一家很可爱的店，就在我们刚刚拍照的地方边边，就是好有感觉哦。提拉米苏跟可颂，不错，这是我点的帕尼尼，它的美式好喝、哦，很像红茶。但我想每次你知道，我看起来很薄哦，我想说应该不好喝，很像红茶哎，好顺哦，很像麦茶。你看它的肉偏红，我以为刚刚以为是生的。里面有 ham 跟 cheese 还有
面包配酱包。嗯，因为它爆干好吃，但是是好吃的。嗯，对，好咸哦。嗯，这个肉好深哦，太红了吧，我没有办法。它的面包就很好吃，那种像是那种法国面包吧，然后拿来去烤。看，嗯，对，很好吃。下一个。哎、欸，很智障哎，然后缺牙哎，笑起来真好看。哎，然后缺牙，哥哥。各位，我要介绍你们，我这次来到意大利，然后用它拍 vlog， 我觉得真的是遇到宝藏了。你看，这个就这么小个哦，它是 DJI 的 Action 2，是这么小小一个。因为他们讲来到法国啊，来到意大利啊，如果你东西没有照顾好的话，很容易被拿。然后我又是一个很。然后就是很准的人，就是一直会忘东忘西啊，所以我想说我一定要拿一个随身携带手上，这样子拿着就好。我昨天下飞机后的影片都是用它拍的，这真的是超好用，超小个，而且你不会忘记带它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很厉害的是它的收音耶，收音超清楚。我给你们听一段，好浪漫，它就是非常大的那种，就是环境音都可以收到很清楚。我给你们看，像这样子哦，我现在想要照片嘛，然后我要拍外面，我只要这样，哎，转回去就好了，就是非常快速，不像我用那个小相机要一直调啊什么的，而且它的那个颜色、曝光度那些都很好，它的 auto detect 也非常好，不用担心出国会不见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在用我手机拍哦，所以我觉得你们出国很适合带这一个。我们要变那个什么旅游达人，今天拍照，今天剪。梦想就是要做一个旅游博主。我们终于不让我实现我的梦想，是两年过后我们终于可以完成这个梦想。对啊，可以一直拍拍啊，逛逛街，然后我们也很久没有那种拍好照片啊，然后马上剪辑马上 po 那种，我们一直找一些很多可爱的素材一起拍。Magripa Costative Mica， 哈哈哈哈，你转过去屁股拉我那边，我怎么转过去？全世界都在听他们的声音，我们在，他们一喊一下，全部都看到。往前走，然后我们吵架了，吵架了，方向盘吗？哎，我叫你往右边走好了。那我背我怎么方嘛？啊！这跟你说屁股是方形的哈。遮屁股，遮屁股。哈哈。啊！傻笑，他的反应太真实了吧？他吓到，他刚刚吓。他有，你太白痴了。可以放哈哈粉，走出国际。各位，这里的早晚温差真的超级大，就是早上的时候我会觉得哇好凉哦，好冷哦，怎么那么冷？哇，现在真的是热到快要中暑呀！大家看不到有多热，等一下。没有，这里还是算阴哦，我们已经找了遮掩的地方了。哇，你后面很蓝哦。真的是很美，但是真的太热。水分没有补充就很容易中暑。哎，要到了，要到了，给你们看。书生接受太阳的洗礼吧。噔噔噔噔噔。我觉得比没得下的还要痛，你知道吗？我天哪，我们的地方到底在哪？天哪，这个很厉害，它是用自制的吗？好酷。脱掉，脱掉，是不是？脱掉。是吗？就要脱掉。这个罗马斗兽场，真的是热到不行哎。然后呢，最热的一定不会是我们，最热的是这位朋友，他穿这一种防晒，我觉得你会先中暑。我不会变黑，你看看你自己。但是这边有一个很棒的是，它只要没有晒到太阳，就是很凉。对，就是优点，就是优点，真的，因为在马来西亚就是没有晒也很热，因为我去过。对，来到这里了，真的很厉害。
真的，这边的人都在排队买票哦。因为我们的票呢是提早就在网络上订好，所以我们不需要排队买票。刚才你有先买票哎，你真棒！开玩笑，你是旅游达人，叫我旅游博主。你的博主，大家来意大利记得找我买票。百万旅游博主哎，会前去我的户口。我们来到里面了，超多人。怎么有票还这么多人？对，现在人有点密集，就是不要乱走比较好。终于进来了，哇，好震撼，各位！哦，你们看的应该是一群曝光的东西。我的天哪，这 Action 2真的是还原这里的美景哎！天哪，你看到天空，我们眼睛看的天空就是这样子，超美！看这些石头的建筑物，好漂亮。天哪，超漂亮 ，OK。但太阳也很晒。我们现在呢，第二天就来中国餐了。可是，对，可是我们叫寿司，吃一个鳗鱼，太饿了。来中国餐吃寿司，对，好可爱。有多好吃啦？对，怎样都好吃，真的好吃。怎么你的脸看起来就觉得不好吃？没有啊，好。那你吃看看好不好吃？是吧？没有骗人。应该比意大利面好吃吧？肯定。Hello。这个鱼真的很好吃，它鱼好嫩啊。这是我来这趟意大利看到叔叔最开心的脸。这我叫辣粉丝，又在加辣的，摸起来超辣的。叔叔，这个你比进那个罗马斗兽场还开心耶！你刚刚就坐在这就好了，太开心了，好好吃哦，这个，嘟嘟。好香哦！试试看这个虾，哇，绝绝子！这虾好新鲜，又偏咸。我们现在才说罢了，徒步到麦当劳，麦当到了麦当劳，麦当劳，不知道这里的。麦当劳有什么东西？这里的麦当劳有那种平板，可以玩，是不是差不多？不会放的食物，哼，热量都高。就这个啊 ，fish and other。哎，还有什么 ？Chicken burger, double chicken。这两大，这比较不胖吧？你会担心吗？没有，是你，我替你担心。你是有什么病？谢谢你，我吃 salad。我们的麦当当可以走咯。新手哟，宿舍的在两等吃啊，对，对啊，啊对，这是啊，对对对，没错、啊。看我一张，看我一张，一、二、三。各位早安，我们现在呢来买早餐吃，好烫。我们叫了冰美式，结果来了热的，好烫。啊、哦，我不行了，我不行了，太烫太烫太烫了。哦，这个 blueberry。好吃。终于不用在这边装了，其实这里才是我们最想要来的地方，就是来这里有那种野餐的那种感觉。哇，就是要有这种惬惬的感觉嘛，才在国外。大家看，这么漂亮，嘉文开心吗？哦，还是我们该来的地方。对。
那难怪你们去不该去的地方呢。我们是属于户外的人。小红书。我觉得博物馆蛮值得，因为哦，它可以看里面，可以看外面哦。因为我以为只是里面吧。就是外面，我们要找一个遮阴地，因为外面现在都被很多人坐着了，所以呢，我们就坐在地上，是满头都是汗。我们刚刚在外面拍了很多照片跟影片，拍两个小时。对，比在博物馆玩的开心，真的，那还比。那如果要看那影片啊、照片啊，记得去看我们的 IG。然后我们现在应该差不多要走了吧？然后这里是什么最著名的一个楼梯，我们的午餐的地方，吃饭饭。救命！看前面，你好丑，丑不丑？你说你丑？别擦了，你别出去了吗？烦啊！我们要吃披萨了，哇、哦，好馋这里。来开吃呗。对吧，小六？哦，啊，沙小，嗯，哇，它全部料全部倒下还是怎样？真的是我看过最酸的 YouTube。好好吃吗？对。哦，好帅哦 ！Oh my god！ 是目前吃到最好吃的。小龙虾吧，这。这是虾而已了。虾吗？你看有钳子哎，烩饭。哦，竟然在意大利可以吃到饭，烩饭是意大利的啊？是啊，哦，是，看起来超好吃，对，超好吃的感觉，试吃一下，是台湾米吗？好吃的饭呢、欸？哦，啊，我的是有辣的，我终于在这里吃到鱼了，真的很想吃鱼。我们的好丰盛哦，配乐吃什么？是烤鸭哩。嗯，好吃。吃饱饱了，我们呢这几天一直在吃淀粉，我回去要好好还债。我的天，太可怕了！耶耶，你帮我开头。OK， 我们来到了彼得教堂啊，好可爱！这比熊，这比熊。走啊走啊，向前走！我想念牛牛了。还有波波哎，跟这个才有导游没错吧？超导游，你好帅啊！当然了，还好吧？还用你讲？哇哇！天啊！我们就是要看户外的世界，表示排队是怎么样？我们不要去那种会有人排队的地方。如果说 Action Two 有点让我困扰的是，因为我按这边录嘛，但是我会这样子握。会遮挡到他的声音，所以这一点你们如果听到我的声音会有点蒙，或者像进水这样，就是因为这样我不小心这样子握了，我觉得这点蛮困扰我的。各位，我们现在呢已经在梵蒂冈这个国家吗？它是全世界最小的国家，它是在意大利里面的国中国。为什么不用 passport？ 因为做 passport 就没有旅客进来，就麻烦。行销策略吗？各位忘记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我换衣了，因为这里呢不能露肩，不能露腿，所以呢我自己有自带一件长袖外套给你们看。我们现在已经进来了圣彼得教堂，真的是很壮观耶！你看，看到那个光吗？天啊，哇，这个超漂亮的。这个意大利的天气真的是它的整个背包的形状都跑出来。一个大歪，我要大曝光咯。哇哇，神圣的光，有一道神圣的光，怎样？应该不好看吧？就是看，很厉害的感觉。哎，这样子有那个 flare 的感觉，我头发好炸。各位，我们现在都空盘吃饱了，然后我们都下线，我们都忘记要拍影片。对，怎么会这样子？佩玉，你不是这样子的人，你问他，他才是专业博主。怎么会？我也不知道哎，为什么我突然断片了？漂亮！你是要跟大家讲的吗？这里的食物都很咸，对，要洗肾，很咸。我们要洗肾。第三天 ，end。Morning， 你看一个欧洲小伙子。你没有欧洲小伙子。我们现在要换民宿了。我们现在去哪？我们要准备往下一个旅游景点，米萨。哇，我们到了车站呢！你看，我们一直都可以带狗走上走下的，好可爱。Hello， 滴滴，进去了。这是我们的车。那
五号车间到了，我们现在已经在火车上了，接下来12:11就要转下一站。下一站会更近。这位先生帮我聊很多，他是我遇过欧洲人最热情、最好、最棒。帮我们，我想嫁给他。不要讲话，等一下。为什么还不给我光？光来了，祝他来到一个看一眼就可以走的地方。两眼。披萨斜塔，等下就拍好照，我们就可以走走一下就好了。我跟你说，这边的大家的动作都很好笑，大家就会一直要推那个塔一样。我给你们看，啊、我正在推到不行。大家都很爱推塔，真的，每一个人的动作在这里都是这样的，很好笑。对啊，又很可爱。我觉得我们等一下也会这样吗？我不行，我也不要。现在到我顾堡垒了，这边就是很危险，所以呢，我们要随时的看好我们的行李箱。我看铁塔到了，太吓人！哦，这样子很好看呢。我坐在这边这样拍，可是没有铁塔呢。哦、不行，那地上太晒了，在地上。我们现在拍完了，要赶去下一趟火车的。再见了，比萨斜塔。要不要亲一个？早安，今天是不知道第几天了。然后呢，我们今天带的是五一车，现在准备出发去吃个早午餐。太棒了吧，这边的海边哎。哦，书生破皮了，听起来很白目，真的。走啊，下去买药啊。我们去买药。哇，这个自己破皮了。你们看一下，啊、哦，爆炸好了。嗯。这个是我们后餐。等一下。普通面包。我的手折不起来。好吃吗？啊？今天的第一餐呢？怎么没有那么好吃啊？它就是普通面包，一看看得出来了。可是，你感觉像吹风吹很久的面包。你知道吗？漏风哦，不是，是硬硬的。今天是嘉文的这趟旅行的第195罐可乐，这好夸张啊！你喝的太多太多，真的有啊！他真的可以做可乐代言人。而且重点是什么？我们喝零卡，他跟我都喝原装的。可能下一次我们如果出来旅游，嘉文会坐这轮椅，少一只脚。这一次海鲜面，我觉得我们这次一定吃不完。我们叫了好多，我们叫了海鲜面，又叫了饭，然后又叫了一个超巨大的那个海鲜。我们要怎么吃完？好不好吃呢？这海鲜在里面，欸、算好吃哦。它跟我们那天吃的很好吃的一样，有海鲜味，就是面有海鲜。所以这个是好吃意大利面，而且它不是那种很硬的，它煮的面的那个熟度刚好。哇，很大份，这个应该不止2人份，我觉得。被骗了。4、5、6、7、8人。口误，被骗了。被骗了。哇。这边就有52欧啊，各位。他一直还是 superstar。哇。你们是什么刷书？ Thank you. Oh my god！ 天哪，旁边的外观瞬间觉得我们是土豪团，我们一秒变有钱人。你知道别桌都只点一个东西？对啊，我们真的是三样东西，怎么吃得完？死定了，我们土豪团啊！这个很夸张，我觉得。接下来大家，我抓给你们，这太整只章鱼给我下去！哇！哎，外国人都是惊讶一脸，我们大家忘了，那太夸了，他们都给掌声了，还想说我们到底怎么吃完这些东西？我要试试看他的鱼，哇，就是很鲜，哇。它鱼超鲜，超好吃的。放屁哦！不管是哪一道菜哦，它的海鲜都是好吃，都是很新鲜的海鲜，真的很新鲜。我来试试看它的虾子，应该都是新鲜的吧？哇，真的是很新鲜。但是它的酱如何呢？它酱要去沾意大利面。它这个海鲜意大利面酱最好吃了，还算喜欢吗？我觉得是还可以接受的啦，没有到很失望，因为它至少海鲜是很新鲜的那种。好吃，你帮我盘子。龙虾肉来喽。
龙虾。我们来数数看啊。好像还好，是不是？不错，但我觉得马来西亚的我们的比较好吃。哇，真的吃好饱！我觉得这个意大利面是最最最好吃的，让我一直很想要吃这个。我的镜头不够远呢，我换镜头。像不像话？看起来很开心啊？什么？像不像话？对不起，是不是？其实我觉得这些人干嘛穿成这样子呢？这么晒应该包厚点的、啊。他们就想要晒黑呗。哎、欸，不要揭穿我美。哎、欸，这里真的是我在国外看到的海边一模一样。在海边里。对啊。最棒的是团友最爱的比基尼辣妹这边都有。哈哈。满街。今天本来想说可以下水一下的，我跌了倒，我不敢下。可以下水啊，只要手打开。这样子。很像很开心、啊。两只手一直这样子走，你示范了，真小。现在他们决定要下海玩，但是呢，不知道为什么这里的都富，就是很多都很满了，然后就不开放。我就觉得哇，好不游客哦。而且这边的海滩都要给钱哦，就算你没有用这些帐篷啊这些的。蔡彩勇在找看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去玩。其实我也是准备了泳衣，哎呦，都没得下水。可恶！我们到了下一站马纳罗拉，给你们看超美的风景呢。哈哈，我们到了，哇！哈哈，我在那跳绳。啊？哪里？啊？哦？哦？啊！哇！哇！好可怕，蔡彩虹，你敢吗？你敢吗？我不敢。我们现在在拍照，就是这个角度，很多观光客会在这边拍照。然后楼下呢，就是那些跳水啊那些的，这应该很漂亮哦。那个哦哦哦，喝口，喝口酒。哎，这里真的很好看，真的好看呢，好漂亮哦。好，我们在这边拍照。现在吃晚餐了，我点了西北式。然后这个是海鲜大众会，看书生吃东西好幸福，他感觉每一样都很好。有多幸福呢？不找我啦，怎么去？好吃吗？我闻到味道蛮香的，我的鱼。而且它烤的焦焦的，太好吃了。而且你要的是整条鱼耶，你看我的 mix 哦，我是一小片鱼。它会不会太焦这个颜色？可是我喜欢这种致癌物。好吃啊，涛哥，越致癌你越爱。终于不是这样吧？我也是致癌物啊。你怎么笑了？哎、欸，你不要乱拍，不会剪。会，他会剪。这个不要。这个我是这个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们可以不要吵吗？我女朋友在拍 YouTube。都是你刚刚剪掉，又在讲别人坏话。OK， 来继续吃。这真的很好吃。哇，这什么鱼来的？我也是海鱼其中一种。这真的很好吃，什么鱼？不懂，你那叫 sea bass 吗？我这个是 sea 用什么在下面？很好。哎，你们不要讲别人坏话。讲别人坏话。不是，我没找到你们。他们叫了牛排，我们就没办法吃。耶，可以吃到。欢迎妈，不要恨我，欢迎妈。果然这一家多人不是没有原因的，因为我们看到这家外面真的坐满人买进来，而且里面蛮舒服，店员也蛮好。它海鲜新鲜吗？它这个早安，那个巧克力。巧克力粥，巧克力粥。我影片不是在吃，就是在吃的路上。也只有你可以这样斜着拍，干嘛？我是没变胖的。不要。你也可以这样拍啊，他也可以啊。你赚到，你遮到了。哎，我们是狂吃哎，真的。这个怎么贵的？300欧，32马币。我们自己买单自己煎。对，我觉得我们后面可以。对啊，在巴黎。法国可以的。法国我们民宿没有换，我们就可以自己七天。买个吐司跟蛋也爽，不要再吃。32马币，太贵了。买好了。这边去我们 Airbnb 哦，搭那个 World Bus 哦，才30多欧啊，四个人。如果我带戏啊，他们让他砍我开80欧。几点的车？我们要去排队走吧。那到那边之后要怎么？要走一小段路。我们现在要搭水上巴士。我们的船到了，好晒啊，好毒哦，这太阳真的很晒，
我们等一下要下这个站神论，我们出发了。我们要坐蛮多站的，好像七站哦。六七站，好酷哦！船长开船，而且我们是可以这样子看他在操作的。我们到了我们的站了。吓到了，这个船是不要了是不是？哇哈，我们到了，我们现在前往民宿的地方。哇，你要找 Airbnb 呢？2分钟就到了，180米了。其实很多人讲不要坐在里面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地上很难拖，真的是蛮难拖的。我们现在要上去，我想出来最麻烦的是要扛行李，真的是。有扛那个很重，是不是？上次网友教我们要怎么样旅游才可以轻松的。艾洲叫我们不要拿行李箱，我觉得意大利的装修风格好像都一样的。但是我们这一次算是走到一个算是最窄的一条路。对，哇，不要跟我说我们要扛行李上去。我开始有不祥的预感咯。我们住的是154叮咚。啊，冷静一下，我才要哈我自己，我一般扛4个行李箱。不是吧？哇，他都很久没锻炼。这个。这楼梯不是夸张的长哦。哦 ，OK 啦，一段。怎么样？里面很漂亮的，我觉得比我们上一家漂亮。哦，上一家那么丑。嗯。胡素。哦，佩玉，我天哪！要死去了。他说我要找没电梯。这里很难找有电梯的。是不是？加油！哦，最后一个了 ，Yes， 我们现在又回来码头啦，因为呢，我们要到对面这里去吃东西，然后逛逛。因为我们住的那地区呢，比较像是住家类的，然后就没有太多买卖东西、吃东西的地方。来到喽，走吧，左边嘛，哇，这好狭。狭窄哦，像什么摸奶像？这是什么奇怪的路？看这么挤哦！刚刚从我们民宿上面搭一站过来，这个 Gi Grio 站哦，就是来到这个圣马可广场。所以其实我们距离这个威尼斯最出名的圣马可广场哦，只是很近罢了。但是我们坐地铁是比较安静，所以我觉得是蛮不错的。嗯，哇，超级多！你看那个坐船了，明天我们就来坐船了。明天，其实这边拍照也蛮美啊。对啊，这种小巷。哎呀，逛着逛着，书生就不小心买了 Prada 鞋子啊！我真的受不了了，来这里真的是一点克制都没有办法。但是真的比马来西亚便宜很多了。对，就是因为觉得太便宜了，所以就很想。虽然是很多钱，但是过再存回就好了。对呀、啊。那我继续看鞋子了，各位。轮到菜大。菜大户要逛街咯，菜大户。各位，佩玉在这边买了一双拖鞋。对，然后我们就想说在这边买生日礼物给他。对，我们早上现在刷卡了。对，生日礼物吗？对，生日礼物。550欧。钱没了。哦。哦。Happy birthday to you！ 他的生日在5月哦，还不好意思哦，过了很久啊，吃了3个月礼物。你问嘉文，之前我们说要买鞋子，我跟他说，对，就现在买啊，哇！我怎样？没哭哎，你没哭？我要哭吗？浪费了，浪费500欧。刚刚想说你们到底在马来文什么东西？我刚先出来跟他说。他可能是不开心，为什么没有电源还要用马来文？我们刚才用马来文在想说要送这个给佩依吗？然后我们想说要不要送？马来文真棒！对呀、啊，真的不懂。我刚才一个字想猜都猜不了。我刚才想说，我想要录音，顺便发给马来西亚人，够烦。有你穿这双鞋想起我们哦，左边是常勇，右边是书生。耶、yeah ！谢谢你们的左右脚、哦。我们现在到了晚餐的地点，这是我们刚刚在巴黎世家买东西那个小贵哥介绍我们的。对，他说他介绍这几家基本上都要预约。对啊，如果我们可以进来。OK， 那个我们赚到一个哦，有的做哎，因为通常他说如果要好吃在这里的意式餐厅的话，就一定要预定。
我们赚到喽！这个人现在很尴尬，他刚打包了一个吐司。对，然后我们一人吃一次，现在剩一半，然后卡在这边。你直接把它吃完是可以啊，因为只剩两片。对啊，不行哎，你吃完还得了？不止三公斤喽！你要吃晚餐，等一下。不吵，留回家给我吃。你要，那你现在吃好不好？不要啦。不是，他现在的处境是可以留回家吃的。可以啊。你这样看，可以留啊。你想留就留啊。他们对话真的是，我们对话很没有意义。对，所以我不懂为什么菜场可以跟现在消失那么久。我也不有知道吗？我也不知道。你们有考虑过我吗？怎样？就是考虑过。你讲啊。我。你讲啊。讲啊。你讲啊。哎，蛮好笑。这真的可以乱录。今天这一餐呢，威尼斯这一餐应该是我们目前最贵的一餐。对，因为它的单价都到30多欧，我们之前吃到最贵应该28欧吧，我点的那个海鲜的，所以看看它到底多大，就是马来西亚那种很正式的 fine dining 的感觉，就是会有人 serve 你啊，然后他们衣服都很正式，就是不随便那种。我觉得最地方是威尼斯这么小，那餐厅可以有这么大，蛮厉害的。Thank you。哎，它的面包看起来就很高级啊。它面包看起来很不干。跟你们讲哦，那个地方的面包真的不一样啊，真的是好吃。因为我们之前吃的面包，其实大致上在被意大利都会就会 serve 这样子的东西。就是、一开始就有面包。然后我们每次吃的都是那种好像放了两三天的那种感觉。在意大利吃过最好吃的面包。嗯，哦，我们的食物都到了。想吃意大利面，对我们的客家人。对。Hello, 我的。Yeah.我来看起来，这是什么鳕鱼？我的是鳕鱼。那我这是什么？是生肉吗？你这个是肉饼。指定的阿雷。我觉得你的很好吃，我嗅到那个 truffle 味。嗯，我的鳕鱼蛮好吃的。我看，目前我这个食物是大家看起来最好吃。更想要。哇！拿到那个黑松露味道很浓哦，你们试一下。嗯，这鱼是没有熟的，看起来就是。我的天哪，你的好好吃哦！哇，你的那个黑松露味真的好香，这是嘉文的。还好我刚买个肉饼拿回来吃。还好刚刚点的肉饼。嘉文的也好吃，蛤蜊面那种味道，这是佩玉点的嘟呢。你看，没有不好吃啊？那你刚刚怎么拿？它是生的还是熟的？我们的甜点到咯，这个是 cheese， 哎，这个是提拉米苏。我们有一半都有做。下面超油的。这是有偏酒味的。对，这比较好吃一点。好吃吗？哦，不好吃。那我吃它这个酱很好吃哎，这个酱。是不是很好吃？目前吃到最好吃的。对啊。干嘛？不要看我跳。可恶！他在 Airbnb 跳绳。大家要看一下自律的人。我们是出来法国旅游，还是出来法国健身的？不行，没办法。他说他肚子变大了，他现在要努力跳绳。我真的大傻眼。他连站的地方不大。要吵，黑还不去跳，你不是胖了3公斤？你不吵，我前天收拾行李，我还跟他说，他跳绳去哦。他说不会跳了，他就跳起来了，而且他这已经不是第一天了，大家，他已经跳了好几次了，我真的大傻眼。跟你讲，放在这边让他跳。我要录了。早安呢。今天又是在威尼斯，今天的行程比较多，是逛逛、拍拍照。今天是蓝色搭配，跳拖鞋。你看，那晒痕到现在还是在，我真的是不明白。这么古老，对，出发去吃他们的。打算一下这餐不吃了，太可怕了！来这里，我们到了我们吃饭的地方啦。竟然有辣的，辣的。完蛋喽！完蛋 ，barbecue。嗯，辣了哦，好吃啊！我第一次在法国吃到辣的东西，巨辣！没关系。
彩虹岛庐。听说就是两边都是屋子，然后跟彩色屋子拍照这样子。你怎么可以形容那么乏味？不是这样吗？对啊，好像很差的地方。那配乐该怎么形容？就是有很多可爱的屋子，漂亮的拍照。好，就是呢，我们要跟可爱的屋子拍照。嘿嘿，等一下我们会拍成这样子吗？会啊，态度有转变。这个调色分，对啊，这调色的成分很多呢。你不要这样子。地方是嘉威一定要来哦，他说我们是为了他才来这里。压力放在嘉文身上。大家如果觉得我们三个这个 YouTube 很无聊的话，就怪嘉文。对啊，是嘉文的问题哦。我们到了我们的彩色屋子了，嘉文放心了，因为跟照片一样，不用调色，比我们之前去的那个彩色屋五渔村那边好看好多。这里真的不错哦，这里应该就是我们的拍照景点了。对，左右都有颜色，就它了。这颜色很丰富，很好看，就在这边吧。我们拍好照了，来买了冰淇淋吃。现在我们要回威尼斯拍照，它这里主打的交通工具就是又游轮嘛，然后没有车，所以呢，我们花了很多时间都是在交通工具上面，所以呢，大家一定来这里哦，要好好抓时间啊。哇，这里有鸟，真是不怕人，太接近了。耶，各位，我们现在要做那个。终于找到了。干诺娜。小心哦，他看到。小心，他扶你身，手呀。OK，Thank you。哦，很摇哎。我这次完全不能放位置。你的狗屁。他自己都怕翻车，他很扶着墙。对，白衬衣男生的 perfecto。耶，我们要出发了。这个船真的不能乱动哎，很晃。感动哦，不要，我不能换位置。我们要来惬意惬意人生了，是不是惬意惬意人生？对啊，很爽哎。你们好奇吗？你们好奇吗？好可怕。好奇什么？你怎么好奇？好奇宝宝是不是？你们不好奇吗？为什么他穿着摔跤评判的衣服？不好笑吗？不好笑。你们不知道吗？不知道。你们不知道？可是也不是摔跤的啊。是啊，就黑白线条而已、啊。那是黑白线条而已、啊。对呀、啊，你们看摔跤吗 ？WWE 评判不是这样穿？还好，那线条很粗哎、欸。啊？来，你要不好笑的东西了。没很好笑，为什么不？不好笑啊。刚才看摔跤不知道哎、欸，他假摔跤。哎呦，你要求安静才好。本来很文艺，给你给你讲到一点都不完。怎么这么快？嘿，还没拍到照，没关系。我们的半小时到了，各位。怎么那么快？真的那么快吗？因为我拍照拍很久啊。哇，拍这80欧就要让嘉文给了吧？哇，谢谢嘉文，再一次谢谢嘉文，他真的不想理我们。哎，那我们丢一下那垃圾好不好？那个，喂，妈妈，妈咪呀，妈妈，这个船非常可怕。到我了。Yes, thank you. 30分钟就这样不见了。80欧，拜拜。我刚过来，Ciao. Yes. Thank you, you. Thank you. 给全时间哦，各位。马来西亚 and 台湾的朋友，现在我们要去哪呢？吃饭。果然不在吃饭，就是在吃饭路途。然后三个 vlog 里面都是讲一样的话。没有，我的 vlog 没讲啊。好，我到明天的里面讲。你讲什么呢？我跟你讲话。这是你的相机啊，你要跟他讲话。你的相机就是你自己啊。你要跟你自己讲话。掉掉了吗？白痴哦，你该转给我。什么转给你？不知道哎。吓死了！我现在拍节目，这样帮你拍。要介绍一下威尼斯。哦，不想。看你 vlog 就好。我们这些人到底想怎样？我们这不好好介绍，我们就气儿气儿就好。我们是在记录生活，但常勇是百万 YouTuber， 我觉得他就是要认真的介绍。请问为什么你会来到威尼斯呢？你安排的超。嘿。怎么样？你都说我安排的，还不客气一点。啊，你不是问我为什么来啊？你安排的、啊。你要温柔一点呢、啊。为什么？是宝贝帮我们安排的。你是谁？我是皮卡丘。这好笑吧？
你是谁？王嘉文。你是魔女啊，今天魔女装，魔鱼杰斯。闭嘴！这个威尼斯的路啊，为什么可以这样窄啊？很像我在拍那个警匪片。不西班牙，不西班牙。他这样都可以吓到，太扯了吧！不是我刚才喝了五，但是我以为我前面吓他的时候他已经看到了。你这台相机真的很小台，很方便。对啊，你看我可以拿着做很多事情。干嘛？超丑的。哇，我们现在呢来到一间看起来很好吃的感觉，超级多人。我们又要来吃淀粉哦。我们吃的食物。披萨意大利面，披萨意大利面，还有面包，蛋酱没了，没有再吃了。提拉米苏，啊，提拉米苏，冰淇淋没了。我们在意大利的食物真的是很无聊了，来来去去这几样，无聊。还有这个可口可乐，嘉文少一只脚吧。这不会，不会，也会好不好？白痴了。你今天点了什么？不敢吃太什么，我今天点了阿哥六六。偶然看到小鸟，不知道追到它吗？因为鼠人像这些小颗，所以我慢慢前进。只能说老了，追不到那只鸟啊，跑下好累哦。有点像我中午的。对啊，我就是叫的、啊，我要叫加辣阿克六二六，哒哒，吃饭了。我看看哦，我刚刚有叫他加辣，希望有辣。我叫他不会辣吗？之前的早上那个辣没？那不能辣，你是算辣的，可以接受啊，可以接受吧，但是是辣的、啊，对他来讲。对我来讲很不辣嘞。嗯。晚餐。在法国吃到辣辣的东西真的很难的，算好吃了吗？辣妹啦、哦嗯，你是说谁呢？王嘉文呢？哦，这叫辣吗？这辣到呛到人了。意大利面，试吃一下披萨。嗯嗯，好吃啊！好吃，但我们那有一次吃的很好吃，就是那一间，就是那个梵蒂冈隔壁那一间，罗马附近的吧？对，梵蒂冈隔壁的。嗯。嗯，不行，不及格，它上面太硬了。你干嘛给我？我们现在要出发去机场喽，就要离开威尼斯喽。